哎，你干嘛呀？你们走开，快起来，大哥！哎，慢点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看什么看？董事长，面试者已经到齐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去忙吧。现在面试正式开始，你们呢可以先自我介绍一下，就从你先开始吧。我叫王大壮，毕业于 Blue Fly 英国总校区，今年54岁，应届生，海归。My name is Fox 狐狸精。之前呀、啊，我在全球最大的手机公司 Funaner 工作。我这回国以后啊，好几家公司都抢着要挖我呢。我叫王翠花，今年18，毕业于铁岭大，不咋会说话。什么东西？各位的基本情况呢，我也了解了。那各位对本岗位的薪资要求是多少？可以说一下吗？我这个人嘛，对于吃住没有那么多要求。这楼下不是有一个米其林五星级餐厅吗？你这样给我办一个永久的饭卡，没办法，我就爱吃大食堂。至于住嘛，我也不要求你给我配什么别墅，汤臣一品的房子500平就够，薪资300万一年，不多吧？啊，美刀。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之前在国外的老板给我开的年薪呢是500个 W， 但是呢，我看在你长得这么帅的份上，给你打个8折。老板，我的要求并不高，吃啥喝啥都不挑，来咱们公司就是为了学经验，薪资待遇都随便。土胖子，顺口溜。你们的诉求我也了解了，我们今天招聘的是销售部经理。这样吧，这个呢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，你们看一下，给我出个方案，看看定个什么价格合适。刘秘书，把咱们的产品给他们发一下。好的。拜托啊，我可是 Blue Fly 的高材生，你就拿这么破玩意儿考验我，你是看不起我还是看不起我学校啊？就是啊，哎，我们今天来面试的那可是销售部的经理，定价这种小事儿还用麻烦我们呀？老板，还是我来吧。其实我来之前已经做过功课了。王翠花，你说的非常好，我很满意，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。你有没有搞错呀？放着我们这种高学历海归你不选，你选个学历这么低的乡下丫头，你怎么回事？就是啊，哎，他一个农村来的，怎么跟我们两个职场精英比啊？你脑子没事吧？站了。学历跟经验固然重要，但是人品更胜一筹。他能力这么出众，况且能够在我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出手相助，不像你们嚣张跋扈、傲慢自大，你们的人品完全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。像你们这样的人，我们公司永不录用。出去。你爱录用不录用，我还不能在你这儿干呢。王翠花，我非常的欣赏你，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司。真的吗？谢谢老板。正道的光，我先跟你说了，我面试要迟到了。你长没长眼睛啊？这我不看过你。美女，是你撞的我。哼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哎，你们好，我也是来面试的，请问你们谁有纸巾借我用一下？纸巾是吧？我有。
拿着，拿着呀、啊！你干嘛呀？咱们大家都是过来面试的，你怎么这样啊？啊，大哥，我这有纸，哎，拿着，拿着呀、啊、你！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大家都是出来面试的，何必这么为难人家呢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看你这身打扮，农村来的吧？还敢人家来人家大公司面试，人家看得上你吗？啊，你大哥，我这儿有纸，给。谢谢你啊，姑娘。不客气，一会儿面试的时候别紧张，加油。你在这装什么好人呢？就你人好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样子，人家这大公司能要你啊？哎，你什么学历？我博士。我硕士。哎，你什么学历啊？我家里蹲。哎呀，看来今年这个职位是我的喽。我的。王总，您回来了。这三位是来面试的。哎，原来您就是王总啊。小姑娘，你很善良，恭喜你，你被录取了。我啊啊，那个王总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呀，刚刚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了。那个我是硕士，我比他们两个学历都高，这是我的简历，您看一下。那我还是博士呢。我是硕士。我博士。我博士。够了，我们公司招人呢，主要看的是人品。二位的学历是很高，但是素质太差，完全不符合我们公司的标准。二位还是请回吧。出去！哼！小姑娘，欢迎加入我们的公司。我拥抱着当从梦中醒来。哎，小伙子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醒醒啊！这，哎呦我去，这光天化日的真干嘛呢？这搁这？哎，这你怎么趁着一早偷着东西啊？就给他拍下来。对对对，多拍几张。哎，这不是咱们公司新来那保洁吗？这人还真是，人品怎么这么差？就是，告诉经理去。走。应该是这个。哎呀，小伙子，你醒了啊！谢谢你，大姐，谢谢你救了我。哎呀，举手之劳。小伙子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干活去了啊。胡经理，我刚在楼下看到咱们公司那保洁趁人晕倒偷人东西呢，你看，还真是，这平时看着老实巴交的，没想到居然是这种人。就是，要我说，开了他。就是就是，走走，臭保洁，你被开除了。胡经理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自己做了什么？自己心里没点数吗？啊，你听我解释。不用解释了，你的人品呀已经不配待在我们公司了，请你现在立刻马上给我滚蛋。胡经理，你听我解释。我们都在用力的活着，想等苦难离心，我也最空。也曾倔强脆弱，依然执着。妈，相信花开以后，手术费我已经给你寄过去了。结果孩子的学费也快凑齐了。
我们都在用力。我很好啊，你别担心，妈，你们要照顾好自己啊。妈，要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去忙了啊。我挂电话了啊。相信磨难历尽是收获。大姐，你怎么了？小伙子，是你啊！大姐，喝点水吧。老板，我们家老人生病了，我还有三个孩子要养，我一天要打三份工，我夜里还要加班。我每天都在努力地工作着，可是为什么他们那样对我？大姐，你先别着急，我打个电话。胡经理，你带着你手下的人来我办公室一趟。你放心，大姐，这件事情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谢谢老板。大姐，要不你吃点我们公司的新品黑芝麻核桃三生粉垫垫肚子吧，形容起来也特别的方便，直接用开水冲泡就可以了，饿的时候泡上一杯，饱腹感十足，特别适合经常熬夜头发一抓一大把容易饿的人，来你尝尝。这是一首简单的歌。你要是喜欢，这些都拿回去吃吧。谢谢老板。王总，您找我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人是我带回来的。胡经理，我问你，你为什么开除他呀？王总，这个保洁人品不好，趁人家晕倒啊，偷人家东西。你给我闭嘴！今天我在外面出现点意外，是他救了我。你们作为他的同事，不仅不信任他，还添油加醋。尤其是你，胡经理，你作为公司的高管，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人给开除了，我看没人品的是你吧。你们现在去财务室领工资走人。王总，再给次机会吧。出去。大姐，你刚才打电话我都听到了，我这有些钱你拿着。不行，老板，这钱我不能要。你就拿着吧，孩子的学费要紧。谢谢了。你不要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自己，是你的善良打动了我。大姐，千万不要因为做了好事被人误解而气馁，你要相信好人终有好报。